大家好，我是丧心病狂刘老师。在之前的视频中，我们提到，由于中国一直没有投降，所以日本在侵华战争开始后就陷入了战争的泥潭之中，始终无法自拔。有些同学觉得老蒋这人虽然有这样那样的毛病，不过从他没有求和这点来看，还是颇有可取之处的。但问题是，老蒋真的没动过求和的心思吗？就算老蒋不想议和，那日本人难道也是死心眼儿，就没动过跟中国议和的念头吗？今天咱们就来讲讲这事儿。实际上，抗战时期双方的议和工作始终就没有停过。七七事变爆发之后，日方发动纯金工作，1937年11月又有陶德曼调停，1938年开始了语言外交，同年7月由小川路线，1939年底又开始了铜工作，1940年有钱永明工作，以及贯穿整个抗战中后期的所谓重庆工作。日军发起的和平攻势形式之多样，角度之刁钻，频率之频繁，简直可以写成一本书。可如此频繁的议和，最后却为什么没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呢？别着急，咱们的故事还得从七七事变说起。七七事变之后，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，指出如果战端一开，就是地无分南北，年无分老幼，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。日本陆将杉山元表示没问题，你尽管守，我大日本帝国陆军 FRA 即可一击制敌。然而裕仁天皇表示，你要是一次 FRA 解决不掉这事儿怎么办？别忘了，咱们头上还有个苏联呢。很显然，裕仁是不太想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陆军将领身上的，而日本军政高层自然也没傻到全都相信陆军的话。所以到了7月底8月初的时候，这边打着仗，那边第一次中日议和计划就已经出来了。这个计划由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朱太郎操拟，内容大概主要是中国承认满洲国、日华缔结防共协定、中国决定撤出华北等等等等，最后形成了一个全面调整日华国交纲要，一个日华停战条件。高层看过之后是一致通过，委派前驻沪总领事船津陈一郎找中方谈判去了，这就是所谓的船津工作。然后中华民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按照老蒋的指示，刚刚跟日本人接触了一下，这边淞沪会战就爆发了，战争扩大，谈判告吹。这边淞沪会战打得热火朝天，那边日本高层忽然发现了一个问题，这当初不是说3个月解决中国事变吗？眼下这仗越打越大，你3月能解决？眼瞅着战争规模有不受控制的趋势，日本又赶紧拿出来一个处理中国事变纲要，里面明确指出，此次事变应以军事行动的成果与恰当的外交措施互为表里，尽快予以结束。由于双方正在交战，所以日本人找来了德国人进行调停。1937年11月5日，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找到蒋介石，表示皇军托我给您带个话，咱这儿有几个条件，您只要答应了，咱就和平。结果带话的时候承认伪满洲国的事儿，让陶德曼给落下了。老蒋琢磨了一下，发现这个条件虽然有点过分，但是不用公开发声明承认伪满洲国了呀，起码面子保住了。不过老蒋并没有马上松口，他当时正在寻求国际社会支持，想靠杨大人的力量逼日本人坐到谈判桌上来。结果前后忙了半天，杨大人们全都没有实际动作。绝望中的老蒋甚至给斯大林写信，希望他能直接出兵援华，结果也被拒了。这边战事不断迷乱，身边的一圈德国顾问天天跟老蒋说，不能再打了，再打经济崩溃，英特纳、熊奈尔实现已经废了。于是12月2日，老蒋终于松了口，把党国干将聚到一起开了个会，讨论议和的事儿。大家一看说，这议和的条件还可以啊，不算亡国呀。于是老蒋说，那行，让陶德曼给日本人带话去吧，你们德国人居中调停，帮帮忙吧。结果这个消息从中国出发传到了柏林，又从柏林传到了东京。东京方面表示，你开什么玩笑，这1个月我把你的骨头都快砸烂了，你还想跟我讨价还价，之前的条件作废了。12月13日，南京沦陷。21日，日本提出新的谈判条件，继续加码，是苛刻无比啊！老蒋一见之下，反而是大喜过望，这不答应你可不怨我啊，是你的要价太高了。1937年12月26日，他在日记里写道：“于见此，心为之大慰，以其条件与方式苛刻至此，我国无从考虑，亦无从接受，决置之不理，而我内部亦不知纠纷矣。”所以陶德曼调停到这儿也黄了。当时的情况是，日本军方信心大振，觉得中国军队菜得抠脚，自己一鼓作气从北到南可以直接平推。禁卫政府直接发布了著名的禁卫声明，表示帝国政府尔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。这期间老蒋的想法呢，一直都是东北我可以不要，利益我可以出让，但是你得给我个准信儿，不能今天和平明天又打了。所以始终坚持必须有第三国介入和担保。中日双方对这个问题始终没能达成一致，
结果这么一拖延，徐州会战爆发，中国军队打出了台儿庄大捷。这下日本内部迅速动摇，内阁改组，日方开始准备贯彻不扩大方针。于是老蒋的小心思啊又开始活动了。1938年5月26日，国防最高会议秘书张群在老蒋的示意下，向日本新任外相宇垣一成发去贺电，暗通款曲。宇垣是当年蒋介石和张群二次革命逃亡日本时结识的老相识，所以这次谈判简直是一拍即合。1938年6月26日，中日双方在香港开始进行接触。然而这次谈判最终还是没成，主要是因为日本人提出来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，毁掉了整个谈判。他们说，蒋介石你必须下野。行了，别谈了，团战可以输，老蒋必须在。于是宇垣外交也黄了。不过没关系啊，买卖不成仁义在，日本民间人士代表小川平吉跟中方在香港还有接触，双方断断续续就议和这事交换了不少意见。据说1939年，宋美龄甚至以治牙的名义亲赴香港指导谈判，可问题是谈到一半泄密了。小川平吉关系文书选议中指出，事泄之后，共产党率民众多人到军委会要求蒋氏宣布二事：一是通缉主和人员，二是驱逐反对统一战线人物。广西系文而种志亦提出反对，说如果议和，广西决单独抗战。结果这么一拖，那边日本政府发表了支持汪精卫的声明，诺门坎战役爆发，德国入侵了波兰，欧洲也乱了起来，形势又发生了极大的变化，小川路线自然谈不下去，也黄了。不过这也没关系，咱们还有一个同工作，这个同工作的规格更高，乃是日本人跟国舅爷西南运输处主任宋子良搭上的线儿。据说40年从3月到6月，宋子良跟日本人在港澳先后接触了3次，日本人对这次和谈非常重视，甚至认为这实际上就是蒋日和谈。然而后来档案一解密，大家惊讶地发现这事儿老蒋竟然没授权。到了这一阶段，双方的接触就开始越来越好玩了，是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啊。后来各方对同工作的说法大相径庭，有的说这是戴笠策划的假和谈，想借以摸清日本人底线的，有说这是宋美龄亲自操办，假借宋子良的名义跟日本人私下接触的。不过无论如何，日本人对这次注定不会有结果的同工作确实是上了心的。日本人上心的原因咱们在前面的视频里讲过，那就是40年之后日本的日子越来越难过，地盘抢了不少，回报却没多少，所以日本人开始商量要不要赶紧把中国战场的事情停一停，咱们缓口气儿。而老蒋从各个方向上接触到了一大堆真真假假的情报，多少也感受到了鬼子求和的迫切希望，在怀疑之余难免心里很是有点痒痒的，于是干脆让人制定了一堆注入中国恢复和平基本办法、处理敌我关系之基本纲要、中日和平协定这样的东西。1940年8月31日，让大公报总编辑张继鸾带去香港跟日本人讲述。为了这事儿，老蒋还颇在日记里伤心了一阵子，说敌我时时以日满之名词为对象，如何可望其彻悟，我国损害伤亡如此重大，如何而可轻易议和，今孤往视之，唯坚持勿稍迁就，保我人格过格。结果张继鸾到了香港，惊讶地发现日本人不 care 他。日本人说，我们在同工作里跟宋子良谈了好久，眼瞅着下一步就要跟老蒋亲自面谈了，这个节骨眼上张继鸾你过来跟我们谈判，谈什么谈，一定是过来忽悠我们的。张继鸾在香港施展浑身解数，就差拿个锣到日本人楼下敲打一番了，结果最后日本人还是不信，搞来搞去老蒋心态崩了，告诉张继鸾说咱不谈了，你赶紧回来，以免自取其辱。老蒋此时的心情难以用语言来形容，自己好不容易下定了决心，结果就因为这么滑稽的理由被人给拒绝了，还大大的丢了一次脸。这次丢脸极大的坚定了老蒋拒绝议和的决心，士可杀你不可辱啊。然后随着美日关系的恶化，老蒋开始将更大的希望寄托在了自己的英美盟友身上。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，蒋介石心心念念的美国参战终于变成了现实。此后日本虽然仍有合议提出，不过蒋介石料定日本必败，也是断然不肯接受了。你好，我是丧心病狂刘老师，恭喜你看到这里，你又看完了一条视频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欢迎你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更多的故事，更多历史都在这里。